把那个刚刚哦做的咯，游标放 A 一有没有？A 到 Z，然后再把游标放 B 一，Ctrl 向下，再向下一个就可以了，这样比较快了哈。你当然也可以自己慢慢卷，不过太慢了，因为2000多个，你要卷到什么时候？然后再来有没有游标点这边一下，按 Shift 键之后的话哦，再去点最下一个，往下拉 Shift 键，按右键删除，哎，这样 OK 吧哈？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游标放 D1，输入一就可以了。然后按 Ctrl 键向右拉，空点向右拉哦，这样应该会吧？哦，OK，你记得 Ctrl 键，如果 Ctrl 键没加就都是一啊哦。然后栏宽把它调成一样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些资料哦，把它剖开，放到这边来。哎，那怎么剖？资料剖析。那资料剖析特别注意哦，你如果用资料剖析哦，它有一个流程可能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你必须要跟他讲说你要剖资料的范围。所以呢，如果你要剖之前哦，你要跟他讲说你要剖的资料在哪里。当然，如果你现在游标放 B2 的话，只会选到一个，哎，那只会剖一个哦。可是你说老师，我不是要剖一个，我要剖底下全部嘛，哦，然后剖到这个 D 到 I 栏。所以呢，第一步哦，记得哦，请你把B2 一直选到底，选到底的话，记得快速键还记得吧？哦，Ctrl Shift 向下。好，第一步哦，游标先把它点选 B2，然后呢，Ctrl Shift 向下。哦，OK。接下来的话呢，点选资料剖析，找到分隔符号，因为它中间有逗点嘛，哈，OK。下一步，然后找到逗点，OK。有没有分隔符号就是逗点啊？好，那再下一步，最后一步哦，记得哦，目标储存格，请特别注意哦，它预设是在 B2，可是我们不要是在 B2，要在哪里呢？D2 哦，OK 哈，如果你放错位置，它就会把一到六号六个号码变成从 B 开始放，不对了，OK，记得哦，目标储存格，请一定要选到 B2 之后。直接按下完成，有没有发现？马上呢，他就帮我把六个号码分别剖开来了，真是太棒的功能。好，如果你不会，真的，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你真的做不完。OK 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工作效率差哦，其实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他不会，专业技能不足，只能 Ctrl C Ctrl V。OK 哈，所以我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 Ctrl C Ctrl V。所以那个按键最容易坏掉，所以很多，你看那个键盘上真的 Ctrl C 真的就几乎快不见了，磨光了，每天都 Ctrl C Ctrl V 而已。哦，所以如果你假如会写程式啦，你根本不需要一下 OK 了，或者是不有些不用写程式，就是把它剖开来，至少你要会功能吧，OK 哈，记得哦，选 B2 以下，然后呢利用资料剖析跟他讲逗点，目标储存格就D2嘛，哦，OK 啊，最后的话把 B 栏给删掉，因为这个就不需要了吧，哦，OK，选 B 栏删除，完成，哎，那再来的话呢，哈，其实我们目标就蛮接近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七个号码有没有，七个号码加一个，哎，七个号码啊，就是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那接下来的话呢，哈，我只要定义好，我干脆呢，我要用那个 COUNTIF 来算一下，其实就有答案了，OK，好。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在旁边再加一个新的工作表。这个工作表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不要太复杂了，我只要知道1到49号到底哪一个号码历年来开出的数量是最多，帮我排名，排名取出前7名。所以我只要四个栏位吧，哈，第一个栏位就是号码。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总共有四个栏位哈，所以第一个号码我也许就是号码哈，第二个栏位的话就是数量好了哈，出现数量，再来就是排名好了哈，排名，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前7名好了，前7名。OK，好，那号码的话就是1到49，所以一样啊，输入一个一，然后按 Ctrl 键哦，
再用空点向下拉到49。Ctrl 键按住嘛，有个加号的向下拉。49号到50 ，OK 好，所以哦，号码就1到49。哎，那数量的话呢，我怎么知道数量多少啊？所以接下来你其实可以利用一个函数，叫做 COUNTIF 哦，统计类里面有一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函数哈 ，COUNTIF。那所谓的 COUNTIF 就是算什么？某个范围里面出现哪一个条件，那指的就是哪个号码一号的数量。count 什么哈，帮你算出来有几个，所以呢 ，COUNTIF 的话需要两个参数，第一个就范围，范围指的是前面这个范围，哦，哪个范围？从 B2 哈一直选到右，然后向下了哦，所以你可以什么，先点那个前一个工作表的 B2， 然后 Ctrl Shift 向右，再向下，这样的话呢，指的就是这个范围了，哦。那再来的话，条件是什么？条件哦，指的就是一，有没有？出来就是它的总 total 的数量了。哎，这样应该比较快吧？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要慢慢算嘛。嗯，对不对哈？如果是你不会康一福，说真的怎么办 ？OK 哈，哎，就很麻烦。但康一福非常重要，这个函数一定要会。如果你不会的话，很多事情真的会非常麻烦。这个函数的话呢，可以帮你计算某个范围出现某一个数字的一个数量之外，我还蛮常会用到它做什么呢？做两个范围资料的比较，比如有新的跟旧的，我怎么知道新的跟旧的哪些是有，哪些是没有？那以前可能要眼睛看吧，如果你用 COUNTIF 也可以，好，那接下来当然呢，如果你可以这个得到结果之后的话，你可以再把它向下填满。有没有？那这个地方就会向下一个范围一定不变了，所以向下填满，因为 B2 到 H 的2209会，你如果向下填满，它会加一，所以记得哦，在 B2 的2哦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H2209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没加哦，它会自己在数字加一哦，这个是它的规则哦，好 ，OK， 所以一定要在2跟2209前面加钱的符号，按确定，向下填满，全部就算完了。OK 哈，所以哦，你会发现哦，因为向下填满嘛哈 ，A2 呢它会变 A3， 但是因为我这个 B2 跟 H2209前面加了钱，所以它会固定下来，它不会自己加一的。啊，如果假设啊，你没有加哦，它变 B2 变 B3，H2209 会变 H2210 了。OK 哈，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当然啦，如果说将来哈，我们遇到这种跨工作表的大范围了，我会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定义名称来做，会比较 OK 啦。所以哦，我建议你这边哦，假设这边康一福哦。如果你不用跨工作表选范围的话，一般会怎么做？会把这一个范围先选起来，给它一个名称，哪个范围 ？B2，Ctrl Shift 向右向下。也就是说呢，把 B2 一直选 ，Ctrl Shift 向右向下啊，选起来之后的话，请你再到它的左上角有个名称方块，有没有？点一下。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名称。以后的话，用这个名称，哦，来代替那个范围的指示。所以哦，你可以这边打一个名称叫大乐透好了，哦，名称叫大乐透。OK，Enter，啊，记得哦，最后一定要再 Enter 哦。OK， 那确定说呢，你选了它之后，它就是这个名称的话，那以后呢，我们的程式就比较简单了。我们这个程式的话，其实就是康一福的部分哦，这边就不用选这么复杂了，你只要按一下 F3， 或者你直接打那个啦，打大乐透也可以啦哦。所以呢，你有没有按下 F3， 它会跳出一个名称方块的清单，你就用选的就可以了哦，选它按确定，这一个就是刚刚的范围了哦。我比较推荐用定义名称啦，因为这你会发现哇，公式变得可阅读性高很多，而且不用加钱的符号 ，OK 哈，所以我建议你用定义好名称，然后按 F3， 或者直接打大乐透三个字也可以哈，按确定，好，向下填满。
OK，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数量就算完了。不过好像差异性并不大哎，数量好像三四二，好像最多的话底下，不过用眼睛看真的也很难哎，哪个到底是数量最多的？好像都蛮接近的，好像二开头的不太多哈，296、295好像相对少。不过啦，用眼睛看真的很累，干脆呢直接帮我排名算了。所以最后的话呢，那我要怎么样排出前，排名好了，抓出前7名哈。这个排名的话呢，再来就是插入一个函数，选择用什么？用 rank 点 eq 啊，所以找到那个 rank 点 eq 就可以了。这个按确定。接下来的话呢，就跟他讲你的数量，在这个范围嘛，这个范围的话就 REF reference 哦，在哪一个范围？B2 到向下嘛，Ctrl Shift 向下，意思就是说它的数量在整个范围之内排第几名啊？第八名出现了，有没有？按确定。不过同样的道理哦，如果你假设按确定之前哦，还要注意一件事，范围一定不会变，所以请你把 B2 跟 B50 有没有的2跟50的地方把它加一个钱的符号，不然它会加一啦哦。向下填满是数字加一，向右填满是栏数加一。OK 哈，所以哦，像这个是它里面固定的规则，这个一定要记得哦。OK 好，按确定，然后把它向下填满，好，排名就出现了。有没有很快就可以得到？那最后呢，再得到前七名这一题应该就 ending 了。OK 好，所以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好了。第一个，我们刚刚主要是先排序嘛，排完序之后把不要的删掉。那第二个的话，资料剖析了把它剖啊剖，记得要先把 B2 一直选到底，再剖过来然后再来的话，我是先定义名称好了，所以定义名称就是 B2 Ctrl Shift 向右向下然后在这个叫做名称方块哦，上面打一个名称叫大乐透 Enter 哦，不过记得啊，最后一定要再 Enter 确定一下，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好像都不 OK，好像最后 Enter 没有再按下去，所以它名称没有建立然后呢，再来就是用 COUNIF 算出它的数量，再来就是 rank 点 EQ 计算它的排名，最后就是取得前7名的号码。那你说老师前七名用眼睛看吗？你那不要跟我讲你都用眼睛看真的太累了吧？所以虽然可以啦，但是我觉得总会有聪明一点的办法吧我发现职场上真的很多人就是在做这样在做事，用人工的方式做事。我说那你没有更好的方法？你每天都这样做吗？对，老师我都这样做。你会不会没有效率？不会啊。反正我事情就这么多，我做完要干嘛？也后来我发哦，对，也对哦，不然你事情做完了，你就没事了。不过没事，你可以做别的啊。当然我后面我就不这样讲了，反正 OK。所以如果你事情做，因为很多人他的职位其实他不是那么高，所以他的工作分量也没有很多了，所以也不需要那么多。是，不过啦以后慢慢这些人是不是会被思考他的 KPI 太低了？有没有？现在很多企业都会计算所有员工的 KPI 那 KPI 实际上就是你的贡献度了。所以如果你的贡献度越高，相对你的领的薪水越多是必然，是正常的啦。有没有？所以呢，如果将来你假设啦，因为大家都在竞争，OK，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把一些事情做完请各位试一下再想想看前七名的部分